可以带着这样放的作品跟大家见面。哦，好嗨桑，好感动啊！就是自己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香港。小小大家好，我系魏东文，我系刘柏华，我系灯笼叶浩，我系龚星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电影。多谢大家嚟睇《关女我为彼此加燃的那件事》，有冇笑啊？又感动，老婆，跟上成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，好几根啊，好几根。